恭喜恭喜恭喜，非常的感谢。许光汉难得上来，不讲讲一下吗？你代表说一下吧，讲一下，一定有很多的感动可以分享，好不好？我给你十秒钟，来。好的。今天呢，我们的这个在整个超非常非常的巧合哦，跟去年的金钟奖结束时间差不多哦，所以在大家的努力之下，很难我想这是很难超越的事情，各位慢慢应该也就习惯了啊，没有关系啊。今年的金钟舞我们在这边就告一段落，先要先谢谢线上收看的朋友们，还有现场观众的朋友们，最重要的是电视机前面的你们。当然，我们是电视人，我们爱看电视，为了你们，我们会永远的立志做好电视。金钟奖我们明年见，晚安，晚安，恭喜恭喜，谢谢大家辛苦，晚安晚安，谢谢曲友宁。